头痛苦，战犯躁；二痛苦，紧战袍；三痛苦，有些未来是需要心决儿去创造。在我们南哥的故事里，书生三次入梦，也串联起三世情缘。希望我们可以用这一版的南哥，来好好的造一次梦，打破次元壁，成为实现我们纠白梦想的开始。古风舞台剧，这些还是戏曲吗？就是为了让我看你不务正业的吗？他本身就是一个稚嫩的，又准备拿什么来谈艺术呢？责任在我。你就是纠白的负责人吧？是。东西我们正在清点，这是例行文件。我们三个月没有开工了，你一直这样按着暂停键，我们纠白就没有办法运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把我丢下算什么？我也可以一起帮你想办法呀、啊！我就让老师来搞，我承不承？我现在已经辞职了。上来，年纪轻轻的，活得像条狗啊！因为我自己的原因，拖累了大家。这次，就换我保护你。我们一起受伤，一起互相鼓励地走下去。这种小项目再折腾也翻不出什么水花来。再小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事情。老大，外场没问题了。置景没问题。道具没问题。老大，都准备好了。九百。上天。喧嚣也好，落寞也好，一同面对这个庞大臃肿的世界。就算天塌下来又怎么样？就算全世界都是我们做的，我们就把一起扛着。对。